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 Dark Master， 它是阿帕奇推出的，它使用了领袖之证的一个 Megatron 作为形象，那它也是使用了官方的模具下去做一些优化的，那就是我们眼前现在这个载具啊。然后呢，其实它阿帕奇的话呢，以这个模具已经推出，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第三个版本了啊。那么最初的版本呢，它是用了一个整个是金属的一个涂装，那这个涂装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看啊，甚至我觉得说以动画的里头的形象来说的话，可能这一款金属配色会更加的还原一点点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觉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还是展示这一款是最新的一个版本，它取消了原本的这些金属的涂装啊，变成了只有少部分啊是原本保持原有的一个金属漆面，金属漆面看上去质感还是很好的。那它做的一些分色啊，基本上都是看上去的话会对玩具的立体感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各位可以这样稍微对比一下。所以它整个的涂装，然后这个是反而是换成一种它这个塑胶的话呢，我不晓得各位怎么看，我觉得它有一点陶瓷的感觉哦。其实就质感来说的话呢，它比较感觉吧，它的质感看上去可能比整个涂装还要再好一点点，然后关节啊卡扣什么都是非常精准到位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尽管他们标榜说手感的话呢会更加的合适，可是我实际上变形一次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它的整个手感来说呢还是比较偏紧的啊，但是问题呢也都不大啊。我们来对比一下人形状态啊，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呢漆啊有没有啊，节省漆的话让玩具很 low， 但是有时候其实好像不用涂到整个满啊。那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哪一个好看，我觉得都好看。那我来评断的话呢，这个 Dark Master 有点像是在宇宙空间在室内的时候光线下，那这个的话比较像是在一般的一个有一个太阳光自然光之下的一个样子。那以分色来说呢，由于它整个涂成银色的部分比较多，但这个的话呢有点这个地方胸甲的部分呢跟这里相比较啊，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了。那面雕的部分呢，这一次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主要是它的头盔啊，先前的这个版本的话呢它是整个都是银色的一个漆面，但是必须要说啊，这一款的银色的漆面其实还是涂得很漂亮啊。然后这一次的话呢，由于头盔跟面部的漆面呢不是同一个颜色，所以看上去呢立体感就更强啊，甚至这个眼睛啊什么的看上去其实这个头雕可以说是让我对这个玩具加分加很多的地方。然后这个也是啊，主要就是因为分色的不同，就让它有一个内外骨骼的一个样子。那它的一个小配件呢也有一些不同啊，先前的这个武器的话呢整个是涂上银漆的，这一次就没有了啊。那武器的话呢，先前的一个这个暗黑星城剑啊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版本，这一次的话则换成了是涂上去的。那两个哪一个好看，这个还是一句话，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个版本的话呢算是在分色上吧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那做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几十度啊什么各方面来讲啊都没有多大的问题。那今天的话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